다진년 주 이년의 제단 경매가 이제 나다요 때 이년의 균등이 시켜야 되는 시 이시에서 저도 와 단디 무수든 데를 시켜봐도 와서 그치 말고 好 因为呢，这里面教授讲的是一个自他相换的教授，虽然是也有其他的一个教授，但是呢，这边直接是讲的是自他相换的教授呢，不适合宣说为常常不修持的人，虽然是这样是讲。 这边首先讲的是说，除了自他相换以外，除了自他相换的教授以外，还有很多教授，但是呢，不适合要讲给这些不常常修持的人。那不错。这样有。你的人民币给的那个广大的年轻人吧？你讲呀，你讲了是吧？的人民币给的。 年龄切当给咱的名啊，知道吧？你看你哪了？你哪来人？哎呀，杨科长哪了？在今年去年龄切当给俺名啊，他不直接写大姚的意思。你名啊写大是杨，写大就是科长，但是年龄去年龄切当给，年龄切当给名啊，他脾气写大，他有的姚的意思。其他教授指的是不是除了自他相换以外的教授，不是指的意思。 因为这边不是讲了以外，这个讲了一个自他相换的方法的一个教授嘛，是不是？这个虽然这边讲的是同一种方法自他相换的一种教这个教授，但是呢，也有很多方法来修持自他相换的教授，是这样的意思。啊，对是的。但我那时候给，但我第一章，我单独写的，单独写，呀。 我的钱，用的用的用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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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
方式来修持自他相换的，也有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修持法吗？啊，动内起当之多啊。可以说用呼吸器来修取时的这个教授。啊，你们就刘道龙就改造就是两把上了当的路一的，蒙古就是住的动内起当之多啊。另外呢，我们前面稍稍前面有讲到说，自己的身体受用已经善根，把异化成种种所需的东西来做取食，不是也有这样的方式吗？等到悟动力的同年，我们把前年过既然经过动力的所以呢，再加上又刚刚讲的就是用呼吸器的方式来修持取食的，也有这个天朝外但蒙古要的也是没嘛。所以呢，跟这个类似的也有很多种很多种教授。哎呀，我的是你那样子啊，蒙古现在比你们多死。但是呢，讲太多也没有什么帮助意。若不实修不成修的话，讲多也没用。哎呀，他说把电影抢进了就有二十的人。他说吧。哦，他再来是第三，转恶缘为菩提道。电影抢住了，抢住了就有二十。他一两年前呢，让你其他跑不了。把这个恶缘转换成为菩提道，如果说自己好好的修持的话，真的是蛮实用的，蛮需要的。买了多嘞，电影不电不电影是铁头板嘞，你去的洗架子的那个厕所五六斤那个水没多，就上面就不够多。对于我们来讲的话，稍稍遇到一些恶缘的时候，几乎都好像没办法承受，好像打击很大的样子。那电影的穷差了吧？但是这样的恶缘已经产生了。那产生改了嘛是吧？当已经产生了恶缘的时候，没办法阻止的。那可一定电影的抢救人的越多啊，是穷死，那都是很多穷死啊。
而当已经发生了这样恶缘的时候，如果说能转换成以菩提道的话，那不是很好吗？是不是这样呢？好，再接着看一下第三转恶缘为菩提道。这一教授对浊世十大的修行者极有帮助，在修法障难众多又难以排除的情况下，必须设法将逆缘转变成顺缘，否则善妙或恶劣外缘的出现都会使修行修法的心退转。有的修行人因荣登高位心生骄慢而退心，有的人因为有了钱忙于经营而退心，有的人因为遭遇不幸心灰意冷而退心。在这些情况下修法是很困难的。加上了两次那年的你们的读书给了确切把这门不要来死。之所以呢，在我们五浊恶世的这样时代当中，对于修行法方面就会有很多的障碍。就是因为产生了障碍，所以呢对法会产生退转。如果说逆缘没有把它转换成顺缘的话，即便是遇到的这个善妙的事情，或者即便是遇到的恶劣的事情，都会产生自己对修持佛的法的心会退转。所以呢，这里面所讲的一样，就有些人就因为有了一个更高的位置，登上了更高的位置，而内心产生了傲慢，就对法产生退心。所以呢，这个呢是我们会很清楚的。所以呢，有些呢其实刚开始对法是蛮有信心的，蛮修持的不错。所以呢，但有了钱之后，就他的修持法的信心退转了。所以呢，这样的人就是因为有了钱而对法产生退转。所以呢，对有些人就是稍稍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，对法很有信心，很认真的去修持，但是状况稍稍有点改善改变之后呢，又对法就没有那么样的精进，已经有产生慢慢的退转心。所以呢，这些所有产生的问题出在于逆缘没有把它转换成菩提道的缘故。所以呢，我们本身修持的不够好，如果再加上这个产生退转心的话，那实在是太吃亏了。很感谢电影穷就干了，所以嘛，到我现在就天就关了，下那个叔吧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当有些人就遇到一个恶缘的时候，就产生没办法忍受，不要说是能够可以修持佛法，连自己都坐不住了。